100人のファーウェイ社員を取材するファーウェイ100面相第2話、物語は深圳空港から始まる。你好，这是华为一家客，啊，你好，就是负责人，啊，欢迎来到我们机场。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于嘉禾，叫我嘉禾就好。嘉禾，对对对，国家的嘉。深圳空港はファーウェイの AI システムを導入し、チェックインから飛行機に乗るまでの時間が激減したという。一安检。走那个快速安检通道呢，就是说它不需要这个开包，我们这没有开包，对，不需要电脑，不要开包，电脑和雨伞都不需要拿出来啊？对是吗？一年で10回以上深圳空港を利用し、一度も規則違反していない客に限り使えるイージーパス。あ、这边没有人啊。このゲートはいらなくなったので、今後撤去されるという。没有人。奇怪的。従来の荷物検査は、これらのものをすべてカバンから取り出す必要があった。検査前にパソコンや傘などをカバンから取り出し、検査後に再びカバンに戻すという作業は、面倒くさがり屋の私にとって非常に苦痛な作業だった。一方、イージーパスは、安全通道、我自己排自己。カバンからパソコンや傘などを取り出すことなく、そのまま預けられる。充電宝有。只需要拿充电宝就行了，电脑、雨伞不用拿。啊，是吗？是。电脑不要拿。对，电脑不用拿。ファーウェイが開発した AI 識別システムで。EG パスを使える客を判断する。这个挺方便的，不要不要。你好，这是您的吗？是我的。有两瓶水。哦，哈哈哈哈哈哈，还是水不行。もう一つ、バックヤードでファーウェイが開発した最新の時間短縮システムを特別に見せてもらった。这个就是机场的那个指挥控制大厅。哇。对，整个这个机场的那个航班运行的相关岗位都是在这边。这华为的技术。对，这个系统整个都是由我们华为的团队来开发的，还有包括从那个后台的算法到那个前端的那些图形化的应用。これは AI による計算でボーディングブリッジを分配するシステム。ボーディングブリッジを使えば、客がターミナルから数十秒で飛行機に搭乗できるが。数には限りがある。ボーディングブリッジが使えない場合は、バスで飛行機とターミナルを行き来しなければならず、移動に10分以上かかってしまうことも。現在、深圳空港では、ファーウェイが開発した AI 計算システムで、無駄なくボーディングブリッジを分配。1年で260万人のバスに乗る回数を減らした。就是我其实我对这个呢有一个很直接的感觉，就是有一次我是从无锡往这儿飞的时候，然后我在上飞机的时候，然后那个空姐提醒我说，这个你的飞机是远机位，然后要这个结果我落地以后，发现变成了一个近机位，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是不是中间有一个调整？后来我们请机场的同事帮我们查了一下，确实在这个飞行过程中，他发现有一个更好的方式，他就给你分一个近机位。哎，这个确实让我感觉到我做的东西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价值，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个时候。厉害厉害。ファーウェイ百面相第2話のテーマは、ファーウェイは一体何をしている会社なのか。物流、動物保護、メディアの現場で進む AI 化と 5G 革命の裏側に密着した。私が AI や 5G 技術に興味を持ったのは、リンバン CEO、郭氏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がきっかけだった。三周前去了一个厦门的一个码头。原来的话呢，每一个那个塔吊上都要有个壮年的男人。对。去这个。就看那个集装箱。看那个集装箱，去把他们那个。现在呢，不需要了。AI 吗？现在全部用 5G。一弄，我给你看我那个照片。啊，他吗？他操作的吗？对，那操纵感玩游戏一样。那这个这有意思。码头的董事长他跟我说，郭总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公司最多的人是什么？是保安。因为做这个，然后呢，你每天做这个，在高塔上去操纵
40岁的时候，你的腰已经就直不起来了。哦、然后呢，又不能退休啊、哦，所以要做，只能做保安。就保安，他说我那么公司最多的可能20个操作工，有40个保安。哦、后日，私は新鮮の港へ。到了，到了。当然蛮火了，好大。我以前拍过那个海云的纪录片，所以日本的、中国的、港口都来过，上海的、重庆的什么什么，但深圳的港口没来过。私はここで 5G の高速通信システムを使った近未来の港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た。到了到了。你好。您是？我是华为对口妈湾港这个客户的客服经理林东东。哦，东东吗？对。啊，他是东东，冬天出生的。啊，是吗？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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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竹内亮。安全方面的要求，所以要穿上。我要戴帽子吗？对对对，要戴上。不能戴帽子吗？啊、我怕发型会。啊，那把这个开玩笑，开玩笑，要戴的，我知道，好亲切。我的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叫东东，就冬天的冬。我特别喜欢港口。就您是在海边生活吗？因为日本是岛国嘛，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港口，普通人肯定不会感兴趣。无人场地，因为他们这边后面会建那种自动化码头，所以以后像这些包括他们内部的那些集卡车辆很多都是无人驾驶的。上两个人给你拍个片子啊！智能拖车啊，拖吗？正常驾驶两个人是吧？对，这只能挤一下。之前这边有。哦，5G，这个盒子是华为的吗？对，这就是华为的。哦。港にはファーウェイの 5G システムが導入されており、無人でコンテナトラックを運行する実験が行われている。哇、哦、他没开车呢，你看。港内を走るトラックは決まったルートしか走らない単純走行なので、無人運転で効率化を図ろうというのだ。さらに今こちらのコンテナクレーンも無人化が進んでいる。これ很難的，你看，看起来简单的。非常难，这个其实要想怎么抓住，对，就是挂起来，就那个孔就那么小，那个孔是。有人吗？我看不见，应该没有吧？而且你看，它上面好多摄像头。啊，对对对，有好多摄像头，看到了吗？是吗？カメラだけの無人の操縦室、一体誰がどうやって操作をしているのか。中旬搞个远控比赛，比赛啊，对，远控就是比武嘛。啊，现在用这个。啊，对，我要控制这桶。啊，把包上了，对，包上了，对。现在是可以去吗？正在做动。哇，是吧？我说一碰就掉吧，一碰就掉吧。我说一相当的，刚刚那个。哦，不是，你主要是要看哪一个，观察哪几个点。彼は最近までコンテナクレーンの操縦室で仕事をしていたプロの操縦士だ。現在はファーウェイの 5G システムを使い、1秒も遅れることなく送られてくる6つのハイビジョン映像を見ながら操縦。高解像度の映像のおかげでクレーンを10センチ単位で動かす繊細な遠隔操作が可能になった。拍到我吗 ？Hello， 哇，原来是这么小啊！你看，那个针，这是哇，这相当难。哇，哇，
哦，哇，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哇，这么大的东西可以操作啊！最後に高所恐怖症の私は勇気を振り絞り、コンテナクレーンの操縦室を取材することにした。我先说，你先闭眼。哇，無理，ちょっと無理。哇，我什么都没看，我只看你。到里面就没事了。什么？啊？哎，三个天再休息一下。好吧。以前就是人坐在这个上面，然后头上面低着，就是对着那个孔，不容易啊。就系好安全带，基本上一天8小时，从上班到下班，基本上都要这个姿势。哦，所以说是比较累的。对，而且腰也对腰也不好。对，很多同事都是这个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好多的。像我们那批学校。来了很多人，都干了几年以后，他们都有个想法，我干到40岁以后怎么办？不是我不想干，是干不动。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然后就辞职了。哎，对，但他没想到远控来的这么快，你知道吗？这个挺好的，高科技解决了很多问题。那现在远程的话，可以做到50岁、60岁，哎，对，都可以。所以说，对这个职业生涯会延长很多年。哦，挺好，对，挺好。东东，你什么时候进入华为？我是2010年。2010年，所以差不多10年。11年，对对对，也算一个半老的员工了。是，我是进来之后7月份进来，10月份就去了俄罗斯。啊？然后在那边。直接去俄罗斯？我们都是应届生嘛，就我们一起入职的这一波人都没有准备护照。然后正好俄罗斯那边项目非常急要人，然后当时只有你有护照，对，领导就问你们这些人谁有护照，然后赶紧要去俄罗斯，我赶紧举手，我说我有护照，然后就把我派过去了，就这么简单。是，那你觉得以后3年后的港口会怎样？3年后这边这个港口基本上就是全无人，就是这全无人，对，就港口现在基本上就是无人化、自动化、智慧化是一个趋势。次のテーマは動物保護。ファーウェイの通信技術でどうやって動物を保護するのか。ファーウェイで自然保護プロジェクトを専門に行う社員、ソウさんに話を聞いた。为什么你进入那个华为啊？你之前做什么？我是在这个保护机构工作 ，WWF。啊 ，WWF。啊，工作过。对。那你在 WWF 的话，去过很多。这些大自然吧，对，我去过大熊猫的保护区，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很多的那种现实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当时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保护区里拍到了这个大熊猫，就熊猫妈妈带着熊猫宝宝去翻过山，这样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视频，我们要过了2-3个月，我们才能够看到，才能去发布。那现在的话有这套及时的可以看，对啊，这套系统就可以及时的看到。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进入华为以后让我见识到了技术的这个威力和这个作用，很有意思。私は実際にファーウェイの技術を使って動物を保護する現場を見たいとお願いすると、ソウさんはある面白いプロジェクトを紹介してくれた。ここは中国、ロシア、北朝鮮の国境地帯、吉林省延辺。ここで北京師範大学によるシベリアトラの研究をファーウェイが技術サポートしている。拍到了，对，我看到了，拍到了。
冷たい。後悔了。超冷たい。这么大，他完全变成摄影师。可以，你可以看到啊，你看对面山上，你看到什么没有？那个哪一个？那个那山顶上有个凸出来的。那个是基站吗？把这个华为的4G的那个天线那个基站的，这个基站它的无线信号覆盖周围的半径20公里之内全部都有信号。哦。手机肯定没信号。看我们的，看到了吗？没有信号。你看，看没有？你看我这就，这是我们特殊的，就我们这个七尾罩的46060。我这个连一个热点，你也能上网，我跟你连一个，你也可以能上。是吗？好，哦，你就可以上网了。我给老婆打电话。是，用那个对视频可以吗？可以，你看能顶得住吗？来了，哇，视频聊天了，哇，厉害了吧？厉害，可以做直播。需要我露一下？哎呦，这你家的？我女儿。哎呀，你好。Hello。我们在森林，我们在森林，有网络，就，哎对，有特殊的网络。对。拜拜。冻死。所以我们现在在森林啊，几乎在到处都有这种信号，这就奠定了各种数据回传的基础。厉害，万一是迷路了什么的也会。对啊，也如果用这个，对吧？那到哪一定位，啥都知道了。对。約 1.5 万平方キロメートルの広大な森の中に約100個設置されている通信機器。現在は 4G だが、今後は段階的に 5G にグレードアップする予定だ。孫教授の研究室。ここでシベリアトラに関するデータの収集、解析をしている。所以每天你知道他们在哪、干嘛、你都知道。都知道。你知道老虎藏在森林里面见不着吗？我的绝活，我能让这个老虎马上给你，让你看见。你看老虎啊，今天的大老虎，看没有？哇，就今天的吗？对呀。你看这个千里眼厉害吧？哦，体長2、3メートル、猫科最大の動物シベリアトラ。現在絶滅危惧種に指定され、フォン教授によると、全世界で600頭余りしか残っていないという。离摄像头很近。就这个，这叫红外相机。红外相机，你看呢？这个呢？这个东西很关键的，这个叫 PIR， 红外感应器。哎，动物来了，它就马上给个信号给这个设备，哎，这设备就知道了，它马上启动，咔就给你拍下来了。拍完之后，它就传回来了。这个摄像头一共有多少个？摄像头？对，数不清啊。啊？你看，这全部都是摄像头吗？对呀、啊。すげえ。是红外相机。センサーの範囲内に動物が入ると、自動で録画を開始。ファーウェイの高速通信システムを使い。録画された映像とその場所、時間の情報が瞬時にこのセンターに送られてくる。さらに、録画された動物が何の動物なのか、AI で識別し、自動でファイル分別する。曾老师、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啊。谁也没多久。这个冬季啊，特别是冬季的时候，咱们这个Hello. 来了，我们俩是好朋友了。现在，今年从今年的这一个结果来看，也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你看，数据现在也获得超过了300多万的视频，然后这视频呢，300多万，对，东北虎这个保护的这状况，实际上也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所以我还不太明白这个项目跟华为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啊？除了那个。基站之外，这个基站它是一个通信的基础设施，就是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实时的回传回来。如果没有这条高速公路，就得是巡护员得上山2-3个月就得上山去采，去把这个采集收回来。所以没有这个网络的话，一采你都要自己去拿。
看，也自己去看，而且你知道都是陈旧的信息，哦、可能半年前、一年前的那个、哦，这里面谁搞破坏呀？我们也不知道。嗯、明白。这样的话，他还没破坏，有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哎，他要靠近这个危险地方了，然后我们就能预警。哦。夜、地元の料理を食べながら、フォン教授と森林保護員に話を聞いた。明日、3人で一緒に森に入り、虎の痕跡を追うことにしたからだ。号称赵大懒。赵宝志，我们的这个。你好。嗯，我是谁？我是谁？我是日本人。真的。我还遇到同一个，我还遇到上朝鲜人了，一开始还在。真的，是不是？真的。就像看猴子了。那现在很明显，嗯，东北虎比以前多了，是吧？对。你也感受得到吗？这个明显增加了，这个多了。感谢，能，相当能。五六年前是说跟现在都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以前就是对，以前就是上山做验狗的话，就是看着的话就是东北虎脚印，那很少，就是。哦。嗯，这两年就是保护的好嘛。哦。现在已经看着就大怪不怪了那种。翌日、私たち3人はシベリアトラの痕跡を探しに向かった。老虎。嗯。老虎脚印。老虎吗？东北虎脚印，对。这个吗？啊，不是，这个不是。哎呦，你看这个脚印大吧？这里啊，这个帽子啊，这个很清楚。这几个都是从这边来。我的妈呀！清楚吧？嗯。谢谢。哎，来，这个老虎毛，它脸在这蹭着呢。哦，你看你闻闻，哦，这不什么味儿？它在这蹭、啊、有味道，它这蹭啊。哇、哦，这毛你看到了？哇、哦，好多毛啊！来，你要不要？你看这真的老虎毛。呵呵。好，我们去看看那个前面相机有没有拍到老虎啊？走，很厉害。哦，这个。Hello。老虎来了。老虎来了。来了。这个，对。要不你模仿一个老虎经过的。哦。来。哎呦，老虎不翘腿。一会儿看看，你哎，你看，这你吧，我叫学的。这个是什么动物呢？这是一个畜牧业，它是个穿着红衣服的一个老虎，嗯、披着人皮的虎，是有点。啊，这就是人的，你看这边人，这你畜牧业出来，这是我们嘛？对，人、兔子、狍子、嗯，好多动物啊！你看，这还有个赤狐呢，你看啊。フォン教授は2万台のカメラが収集したビッグデータをもとにシベリアトラが多い地域を重点保護区にするなど精度の高い対策を行っている。这个有这个新的技术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改变，首先能获得实时的信息。哎，我这个老虎出现了，哎，周边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以前做不到的。嗯，现在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实时的看着这片森林发生的任何情况，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能够可以为它保驾护航吧。虽然今天没见着，这很正常，未来我相信很快我们见到虎豹变得比较容易了，好吧？下次期待一下，下次再来，带孩子过来。好，走，我们撤吧。今天的这个 use process 马上。2月12日中国の大晦日、私の子供たちが毎年恒例の年越し番組に見入っていた。这个，おお。すごい。番組で使われた最新の360度撮影システム。実はこれもファーウェイが開発したものだ。同じ映像制作者としてこの技術に興味を持った私は、北京にあるファーウェイ研究所に向かった。就是北京的研究所，华为。
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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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久等了。没事，没事。哎，你这边请，这边是我们的实验室。好好好哦。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拍摄场地。难得过来。随便啊。直径12米，然后整个拍摄是100台摄像机，是采用这种环绕式拍摄，给大家一个从外向内观看的全视角。この日は春節の2週間前、放送を間近に控え、最後の撮影テストを行っていた。你好，你好。我叫郭志强，叫我小郭就行。小郭啊。对对对，老师您听。啊？对。我要跳舞吗？可以做几个动作。啊啊，动作。然后咱们可以抓拍一下，哦、就感受一下这个瞬间。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这意思了。来，准备，5、6、7，走，一、二，哎，对对对，中间这个立的这个动作，这也好。一，哎，对，你看，哦，哇、哦，在下面的时候，这差别太大了，但是对，但是这整个过程呢，它其实是100路4K 的视频实时在传输的，哎，四 K， 表情或者那个精神动作，你会发现，哎，你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感觉很有趣的，啊、これは100台の 4K カメラで撮影した映像を AI で高速処理して。一つの360度動画にするシステムだ。还有一种是我们可以让用户自己，这个就是篮球赛啊，我可以让他自己看。哇，哇，すげえ。对。用可以特写吗？对，啊、可以的。特写也可以。可以的。特写可以围着他转。这个就相当于把选择权交给了用户。对，不要剪辑了，对吧？对。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的技术大牛，可以让他跟您聊一下。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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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朱内亮。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技术最难的点在哪里？高的其实还是在于这个整套系统的一个高精度的一个标定。嗯啊，然后我们为了提升那个整个的标定数，嗯、然后我们在你看那个对面放的那个标定二维码，对二维码那个标定塔。この巨大 QR コード、100台のカメラの画角やピントを同時に調整できるという。那这个布置整个系统的话，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整体下来大概需要2.5小时。哦，对，以前的话，包括如果是完全手动的去那个标定的话，嗯、可能需要8到9个小时。快很多了。360度撮影の技術は昔からあったが、莫大な時間とコストがかかっていた。そこでファーウェイが開発したのは、早く、安く。簡単に設置できるシステムだ。所以其实我们也想说，作为您这么有名的导演，然后拿我们这套技术，能够生产出什么样的内容，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东西。是吗？对。多少钱？一天多少钱？这个？这个价格我们这边不太负责这一块，我们有特别的商务来对接。我个人认为不太适合纪录片吧。对。不是。冲突了他和他我觉得至少这个我觉得综艺啊舞台的效果可以但是用在计时够呛吧不是那你要看你计时什么东西了我觉得他并不是想把现在这种方式去替代只是说在现在这种艺术里面加上这个现代的一些元素那现有的技术那这个是摄影师啊，导演以后的存在的价值在哪儿？导演要，导演要吗？导演也可以不要，我觉得导演也可以不要，真的。是这样，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技术并不是说完完全全不需要摄影师，不需要导演，因为你想，这只是我们其中一个技术，让这个效果变得更好一些。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做这个事儿，并不是想把这个摄影师给取代。我们得学习，我现在已经马上被淘汰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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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回私が数々の現場を見て抱いた疑問 5G や AI は人の仕事を奪うのかその答えは各リンバン CEO のインタビューの中にあった啊这个所以你们通过 5G 的技术来把这些传统的行业改变现代化的那个整个 ICT 定义是 business enabler 的、哦、我们是个工具、嗯、各行各业用这个工具、嗯、提升自己的效率提高自己的产出、嗯、跟各个行业结合起来带来价值、嗯、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变化、嗯、其实可能华为也挣不了几个钱卖了几个基站在那但是我真的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嗯
次回のテーマは、ファーウェイは誰が操っているのか。ファーウェイスマホ事業のトップを直撃。未来のスマホの姿はどうなるのか。对，一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做手机？其实一开始华为就没打算做手机。嗯。株式公開していないファーウェイで見た株主の部屋とは。ファーウェイ百面相第3話、お楽しみに。